我们听过你几次，好像有特别另一张冷笑话。今天要不要现场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一下？哇，好啊！你们知道太阳住在哪里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太阳穴。谢谢各位辛苦了。欧总签唱会人多到挤进停车场，闻听太阳穴冷笑话正式泄了。爱的火花，爱的火花 ，I believe I believe 我们会找到这答。美丽的火花，将我们融化。南投欧总首张 EP Unicorn 成绩亮眼，二月五号北中南巡回签唱活动更是挤爆西门町。团员们曾说，只要 MV 破300万观看，就要扮成独角兽跳舞。OAO 们终于等到啦！他们呢还惊喜宣布，4月15号将在北流举办出道以来第一个专场演唱会哦。所以是说那个 Unicorn 的服装已经在制作当中了吗？自己的手工，你在自己缝是不是？在选料，在选料。哦，祖安，你的衣服会是那个布料比较省的吗？比如说啊，只要戴个头就好了。头部一下都是对啊，不用。应该是文婷，哦，文婷吗？文婷，只要带个 unicorn 的独角嘛，啊，下面就随便。独角兽，蛮梦幻。我再问问公司。认真，你觉得可以吗？不是做六套，有一套是透明的，那你们就抽签。蛮高用抽的。对。应该责任要承担。比较旺的人就会抽到那个透明的装。所以下一题。好像有说我在练声，演唱会上有机会吗？如果秒杀的话，那个机会可能会越来越提升。那提升到什么幅度？幅度哦。对对，你想知道幅度？对，想到幅度。哎，金健姐姐，不好意思，有人让我被禁言。他就除了身材外，会有什么特别的表演吗？可能水中征服，还是后空翻三级？哇，只想知道文婷的精彩表演，就去买票，把你们的红包钱留一点给门票吧。因为文婷过年期间好像有特别另一张冷笑话，今天要不要现场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一下？哇，好啊！你们知道太阳住在哪里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太阳穴。谢谢各位辛苦了。